28岁的台湾职棒乐天桃园啦啦队成员陈怡瑞，长相甜美，虏获大批粉丝。不过有民众在图书馆翻阅数位藏书，意外发现啦啦队女孩的写真集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收藏写真的是位在新北市中和区的国立台湾图书馆。脸书粉专国立台湾社会大学管理员发现，电子馆藏竟然有号称地表最正啦啦队女孩陈怡瑞的写真集。19日发文直呼感谢该馆推广数位阅读不遗余力。更有网友表示，目前只有陈怡瑞的写真集，希望图书馆之后可以多买。实际查询偶像写真分类，其实还有演员房思瑜、艺人曾婉婷等人的写真。而陈怡瑞本人在看到网友讨论后，也立刻转发贴文，打上笑到落泪和比赞的脸，看起来也相当意外。